莫在皇后婉容最舍不得删的照片，张张都触动人的心扉。莫在皇后婉容，溥仪的嫡妻，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，她的美貌有目共睹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。这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贵妇。这一张是郭布罗婉容，中间作者与女宾的合影。婉容从妆容到服饰无不精致，她的容貌最为出挑，一颦一笑尽显端庄娴静，仪态万千，令人惊艳。这一张是婉容和溥仪的合影，婉容尽显少女风韵，溥仪穿着西装帅气迷人，两人看似情投意合，实际上溥仪并不喜欢这位端庄温婉的皇后，也为婉容不幸的一生埋下了伏笔。这一张是婉容和溥仪的合影，婉容经常穿着精致的旗袍，烫着时髦的卷发，搭配着皮鞋，时尚靓丽十足，这也是七颜之的巅峰期。溥仪则西装革履，帅气迷人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